那个夹子是最快的了。哪个夹子？那个拿过来，你跑到这。还没有。应该不关关系的吧？你下面他也不关那个了，他已经夹得过来了，是吧？那以后那就下面要换模板，你要怎么换呢？比如换那个近方型的模板。换模板的话，肯定啊！以后要是我这产品都没有，我光那个那个染红啊、静音啊，还有集中那个是打方块的那种，肯定要换款啊！肯定要换那个板。换板，等一下我跟你说。